好。除非对面有什么人超级保他吧。不过 Nano。好。好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，全面进攻。都被吃了，睡到睡到好了，你看多可怜。哎呦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夺命在上面，夺命在哪？夺命上面啊！哦，这个夺命，哎，他怎么？哎，他有点夸张哎，临危不乱的那种。哇，命几分呢？我不会放。这个夺命有料。他是有料。对，这里夺命有料。正在掩护你。好，我要进哦。小组吗？我先在你，我先踩你。杀了，好了。哎，好夸张哦！睡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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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到。你们有人杀了两他吗？来，对对对。他已经准到，我觉得等一下要去稽查一下 replay。还好，刚看那个死亡重播，我觉得好像还好。真的吗？因为现在很多会演的哦。失败 ，Gaseki。对啊，他没有泡过呢。我是说，有啦，刚死亡重播的时候，击杀没有，他不是打身体，他都是打头的呢。啊哈，打一个身体了。糟糕，完全没办法做事呢。你要回来？哎呦，我靠！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我觉得要看的。对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夸张啊，那个真的是有鬼、欸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外挂都是会演的哦。这不太对、欸，我刚那个探头他也是瞬间呢、欸。他有点太临危不乱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他顶着一大堆压力，还是可以去打那个最难打的人的头。拳王克死夺命是没有错啊，可是这夺命确实有一点神秘。对啊。我变成，我先去推车。那个和尚惨，哎，要补我一下。全面进攻。我强化你了，我先闭上。夺命哦，夺命出露头了。反击。上打。哎，我。史盖特不能站在车子前面，不能站在车子前面。完了，抓完了。干他妈拳王真的是很夸张。抓完了，抓完了。他没有补都可以杀人。没有人躲得过我的双眼。有有。点到了，点到了，复活。嗨哪？嗨后面他们住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夸张哎。他枪枪头哎、欸，他真的是枪枪头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不稽查一下不行。工作得完成，要嘛就是真的超强，要嘛就是挂了。这个演我都有点不想怀疑，因为现在很多外挂都是会演的。你看，我连这样子滑都被爆头呢。我觉得他搞不好是连透都有，因为有几次我探头那个，他出来的我觉得是 AI 外挂、欸。现在没有那种硬锁外挂，都是软锁的，就是抓你身体的四肢，然后再模拟出甩枪的那个手感。所以让有一些职业选手都看不出来是外挂。我觉得，哎呦，那个，我会怀疑的是，有些探头的点，我探头出来的时间点，他抓那反应快到，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。慢慢。哇，好夸张！因为最近你也知道吗，有。